今天是全国第45个植树节，为了积极响应省委提出的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今天我们组织了广州市职工党企业家党员和广州三会一些党支部到这里来开展植树活动。植树呢也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了，我觉得就是希望是通过这个小的活动来可以以后呢引进更多的社会的资源来关注我们乡村的发展，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为大家都出一份力，我觉得以后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